我们把车挪到这里了，这里是一个车位的，这是我们的面包车，这是皮卡房车。这是一个单独的位置，这样就不怕其他的车擦挂了。哇，我把面包车上的隔断帘拿下来看一下。安妮，你别叫，这个都不用了两年，上面有滚是感觉有点小哈，看到没有？桌布吗？桌子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感觉这个桌子一铺上感觉好窄呀、啊，桌子有点小哈。半斤以为是给他铺床呢。然后还有这个面包车上的隔断帘。嗯，还能用哈。嗯，试一下吧，也不知道。把杆杆放上去。就把杆杆放在这里了。嗯。这样。对对对，这样可以。哎，这个布好像长短也够啊。嗯，够了，长短够了。这样啊，这个还可以挡光的。嗯、去窗帘店那里打个勾，这上面还可以挂衣服，这里。嗯，对。我们衣服没得挂。要不我们在这个桌子上面再放一块板，把它弄成这么大。因为我们办公啊、吃饭想要桌子大一点，怎么样？我们明天要去买垫子。来，半斤来这里吗？我们要打扫一下，这车好脏哦。哎呀，哎。嗯，坐下，坐下。来这里，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。你直接垫在这上面以后。过来这里。起来。过来这里。怎么把它弄到床上去了，阿龙？这还没铺东西嘛。而且我给它擦了脚了，没关系的。半斤，我用湿纸巾把它四个角都擦干净了。哦，这里很爽。顶头嘛，顶头就不要这个垫子。要吧。不要这个垫子。我又不是经常坐在这里。哦，也对哈、哦。对啊。你要不要也过来睡一下，看看我们三个人睡够不够位置？不行啊，这个镜头不行，要换一个镜头才行。这个头，这个头转。对，朝那边、坐下。朝那边，半截。这个软体容易把狗猫。对呀、啊，容易把狗猫。没关系的，它扒不到。嗯。扒不到。能扒到狗猫的都是它能顶得到的地方，它才会扒。主要是开空调好，这次。那一天。你都对着空调吹了，你还冷吗？那你还热吗？我们这样能开空调，我们就不用什么年年就去西藏了。是以前我们去西藏是因为太热了，其他地方没法待。现在这个店多嘛，可以开空调啊。我们两个一个开家庭会议了。半斤，你先发言。你喜欢？你哪里不满意？你喜欢这个吗？你哪里有不满意的？睡觉的地方窄了吗？满不满意？满意。你满不满意？满不满意？坐下。坐下。你说满不满意？你说啊。你说啊。你哪里不满意嘛？哪里不满意？他刚刚说了。你喜欢吗？他说他没有床。你的床不是给你定了吗？你可以睡沙发呀，也可以睡下面啊。你还想要个固定的床？你还要什么嘛？你还想要个定制个大床是吧？我给你配个按摩椅哦。我们都没大床，你更没大床。你说还有什么？除了床还有什么？你说啊。没啦，就是床啊。看来他就需要一张床。你说。除了床还要什么要求？哦，还要我、啊。半斤，进去。他说：“你们都别睡了，这床是我的。”你还洋气了，你还趴在空调下面睡着大床啊？
那你睡啦，你睡那里，我睡这里，半夜睡大床。我们明天大扫除，那些东西能放得下吗？肯定放不下呀。就是少带一点嘛。厨房的东西应该能放下吧？哦，厨房放得下。厨房放得下就好啦。嗯。那其他的东西，那后备箱还是挺大的。对。然后我们要定制的话，这里还是像我们面包车做一个延伸板啊。嗯。这样就可以放更多东西了，把门一关就可以放很多东西了。对。半斤刚刚真的是像在说话一样。他说：“你们两个就顾着这里谈，我怎么都没有发表意见权呢？”半斤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开心就握手。嗯，好，你开心。满不满意？满意就握手。他想了一下，考虑了一下，还是满意。好吧，好吧，我说好吧，满意。勉勉强强还能做啊，半斤。那你再问他一个什么，看他又怎样？半斤，半斤，半斤。哎，开心不？开心就握手。你有那么勉强吗？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吗？好搞笑。适合养小狗啊，嗯，我们的狗狗太大了。半斤太大了。半斤，我是中型犬，不大。你说把半斤弄在副驾睡好了。副驾不行。为啥？它这样子去蹦来蹦去，跳来跳去，更那个更乱，东西。哦，会把隔断帘。哎，给个梯子让它爬上去睡额头上。你也太搞笑了，让半斤睡这。但是它是站不直的，它只能铺在那里睡。我只是想象半斤去爬楼梯，在上面睡。有楼梯，它是上得去的，它上得去，它一蹦都能上过去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没有那个电视，它蹦都能蹦上去。那也得需要定制哦。他笑到我了。使劲要攻我的手。我们明天就开始收拾这个房客了。布置一下啊。对，布置一下，嗯，然后看到时要不要把这个桌板加宽嘛？加宽的话很简单，就加一块板在上面就好了，搭在上面。怎么搭？就这铺上就是啦。哦，直接铺上。对啊，下面用那个双面胶粘上，它就不晃了。它本来就有一个板嘛，这个。我们办公东西多，一面加宽2公分。嗯。多4-5公分，还是要多放很多菜哟。其实还好吧，我觉得这个桌子还好，这里也可以延伸当那个半。那还好的话，那就这样吧。对呀，啊，那就这样喽。看明天还有什么哦，还有保险，他这个车只有50万的保险。那接下来几天呢，我们就好好布置一下这个房车，把该装的东西全部都装上，行李都放上，然后呢，我们。在，哎，你不是要找你爸爸？找你爸爸干嘛？找你朋友聚会吗？那也先要把车全部收好完了，最后要走的时候再找他们呢。哦，你走的时候再找。嗯。那你收好了，都差不多要走了，把快递收齐了就可以走。我们还在网上买了很多快递。不，哦，这上面还要用那个麻将席，这床上。床上那个麻将席哦。对哦，嗯。然后这上面也要订那个胶垫子。防水嘛，嗯，这个就是布置啊，就刚说了，就刚说，就是说我们要房车要布置一下，布置好了，把该弄的都弄了。保险记录仪哈。嗯。哎，这个位置我还好一点。阿龙，我发现了这个地方可以给我做仰卧起坐。仰卧起坐。我可以减肥了，就脚你地板上也可以做仰卧起坐。不是，他脚放在这个窗这里。我刚好扣得到那个窗边。对呀，啊，你说我会把这个窗给他两天搞烂的。有可能，不会，他弄得很稳的，这个有的螺丝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就是把这个房子好好布置一下，然后呢，把那些行李该装的都装上，把我面包车那东西都装过来，然后你还有朋友要见，到时候见完朋友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嗯，我们就可以重启我们的今年的2020旅程。哎，我要让我爸来看一下这个车，他的身高啊，会不会顶头，然后他喜不喜欢这个。嗯。以前的隔断帘还是有用的，往前面搭一点，这样就看不到了。
走。面包车还是房车？巴士。贵了贵了些钱，就是不一样啊。面包车也可以停这里啊，我们等到有两个位置的时候再来停，停到一起就可以搬东西收拾东西啊。